农历狗年2月13，今天的资讯有Xbox 金会员4月会免游戏公布，包含《见证者》《刺客信条：枭雄》《赛车总动员2》《死亡空间2》四款游戏均有相当高的知名度。这个月的 Xbox 会免阵容算得上是相当强大了。下次港服方面的4月会免也公布了，包含《疯狂麦克斯》《暴雨》《苍蝇默示录》《神官之梦》。正面对刚 Xbox 的会免也不落下风，双方玩家在下个月都可以享受豪华的会免阵容以及极高的踩雷率吧。SE 宣布《勇者斗恶龙11》英文版将在9月5日发售，登录 PS 和 Steam 平台，支持英文配音。不过目前看来 Steam 版应该是锁国区了，这也是 DQ 系列正传第二次登录 PC 了。至于承诺了2年的 NS 版，由于技术原因还需要更多时间来制作，估计是 DQ11 这代搞了个双版本，制作成本激增，但是销量又没什么变化， SE 有点兜不住了吧。2015年的高分黑马游戏《消失的光芒》全平台免费追加了中文更新，据玩家反馈，汉化还不是很完美，例如开始游戏的 play 被翻译成了播放，但也不影响游玩啦，感兴趣的玩家不要错过。《奇异人生》初代的 iOS 版更新了官方简体中文，中文字体也非常的还原游戏。目前 PC 和主机版还没有更新中文，不知道 SE 能不能给个机会呢？微软宣布《盗贼之海》发售1个星期，玩家人数已经突破了200万，也成为了本世代主机上销售最快的微软第一方新 IP， 也是温室商店中卖得最好的第一方作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上面说的销量还未包含 Xbox 游戏通行证的统计，不过《盗贼之海》目前还存在着服务器不稳定以及后续内容乏力等缺点，开发团队表示将来会逐步改善。日本上周游戏销量 MC 统计出炉，游戏方面，星之卡比、星星同盟蝉联第一，星座方面则都表现得不是很亮眼啊。战场女武神4首周销量6.2万套排在第二，二之国二首周5.6万套排在第三，名侦探皮卡丘首周4.2万套排在第四，塞尔达无双首周2.4万套排在第六。也不得不感叹喷射战士表现得太稳定了，每个星期都是2-3万套的样子，上周排在第五，这种状态持续了大半年了吧。硬件方面没什么悬念， NS 继续以绝对优势排在第一， PS 系主机排在第二， 3DS 系掌机排在第三。好了，今天的资讯就到这里，大家明天见。